他是金庸版里最经典的乔峰帮主 TVB 的实力派演员。最近一次看他拍 TVB 电视剧是2019年，他主演警匪片《刑警》，在剧中饰演亦正亦邪的警察。虽然是实力派演员，但范浓浓为了爱你，黄日华曾多次向圈中导演推荐，甚至只收一份片酬要和女儿做父女档。姑女儿黄芷晴日前就做了件事惹火华哥。27岁，她打算和圈外男友玩闪婚，因华哥不同意两人婚事，黄芷晴为爱抗争，拍拖半年已有结婚计划。华哥担心到落宅组婚，并表示还没看到男方优点。据爆料，黄芷晴已经在社交网站公开自己婚事，温敏阿爸反对，实行先斩后奏。经调查，这位华哥未来女婿的确未达标。之前芷晴透露，男友连蟑螂都怕，要打保护。在圈外做选手打工仔的男友，见女友在娱乐圈工作五光十色，既然有意放弃现实工作，也想做明星。黄芷晴见男友想做明星，有什么广告都推荐男友。少年两人一起拍手表广告。大学修读设计系的芷晴，试过出自品牌 Oh My Dear， 或是自己做手工设计哄爸爸。但自从拍拖后，男友第一位，除了经常煲汤做饭给男友，连男友侄女生日，她已亲自整蛋糕。